这半给你。嫂子有忌口吗？还是特地给嫂子调的虾？我没有忌口的。那就行，随便吃呗。韩商言特地给他包的，你敢吃吗？不敢。嫂子你吃。谢谢。手艺不好，大家随便吃吧。没关系的。好吃，来来吃吃。不不，哎哎，年年，你有没有吃出什么东西？韭菜鸡蛋？不是韭菜鸡蛋，就什么有没有嚼到什么一点不一样的东西？嗯，喂，怎么回事？送你的？送我的？新年礼物。你说你这小子，教你学不会。这我本来让他呢，把你的这个新年礼物啊包在饺子里边的，快点看。谢谢爷爷，我打开看了。老大名字的首字母。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。又不是我买的，是爷爷买的。这你看这个吃丑了，这真是，放好啊。给我吧。我来洗碗吧，饭都是你做的。在家做过家务吗？一点点，不过我会洗碗的。坐那看电视去吧。要是让爷爷知道让你干活了，他非得骂死我。那辛苦你了。怎么样？他不用我洗碗。没事，他在俱乐部的时候也这样，自己的碗都自己洗。哎，大嫂，你刚才和冷场王吃饭的时候说了好几句话。冷场王是谁啊？我们队长吴白啊。我们俱乐部有三个惹不起，你没听老大跟你说过吗？嗯。一个就是 Ground 刻薄啊，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和你说的队长吴白冷场王，这两个好理解吧？嗯，那还有一个呢？还有一个干嘛？嗯，我们老大简直就是一个大魔王，大忽悠。你过年为什么不回家啊？我爸妈离婚了，他们一直在抢房子呢，我回去也不知道住哪，所以就懒得回去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不该问这个。没事，真没事。其实，老大常常也一个人，或许就因为这样，练就了一身本事吧。你们俩嘀嘀咕咕说什么呀？再收拾收拾东西。弄好了吗？我先拿过去啊。辛苦大嫂。放着吧。哦。年初三我要去俱乐部，应该就没空来看你了。啊。
时间还早，要不听会歌？点货，干嘛？吓死人啊！听说你今天要来，我就特地赶来了。进屋喝口茶呀。啊，没事，你不用理他，你走吧。跟我走。你也不叫门进来。进来什么？走吧你。长得挺帅。再见。不瞒你们说啊，我吃的还挺多的，还真挺好吃的。真的假的？哎，不跟你说，你赶紧走，我要洗澡了。哎呀！走。老大，我们整理的差不多了，可以准备开会了。知道了。老大。听说戴某过年住在你家，你还煮饭给他吃，真的假的？你也想吃啊？哦，我不想吃。这次 CTF 全球邀请赛是单人赛，我们队报名的是 Grant 和97，老大带他们两个去，我留下来看着你们。
队长呢？他有一套自己的训练方式。我们走了之后，剩余的队员不许偷懒。这里所有的监控录像我会从头看到尾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老大。让他九七留下，其他的去训练吧。这次去挪威，除了我们 KK 战队，还有 SP 的人。SP 一共去四个人，一个是领队爱情，一个是小米，还有我和阴影。因为人数比较少，所以我安排大家在同一个航班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老大都没问题，我们能有什么问题啊？是行程单，看一下。哦。需要给你老公带什么东西吗？不用，反倒是你，吴白去训练了，需要我帮你去看爷爷吗？他比我还忙，忙着什么探亲会友的。也对，你一个孤家寡人，也不需要向谁交代。没什么。